看，好看，好看，来，好看，来，嗯，好，哎呦我色神，这么大块全给叼出来吃，哎呀，你不胀吗？你不嫌胀吗？都吃的好开心给那块给妞妞吃，好看，你吃这个，嗯，我也得吃这个，那你给妞妞这给妞妞，嗯。很香，来吃吗？老干部从来不抢，一会儿给你拿过去啊，肯嗯，定能吃。给这里面有那个就是海苔的味儿。海苔应该对付是吧？啊，里看面还有，我，说里面还有赖氨酸吗？哎呀，陕人吃的这摇头晃脑的，哎呀，陕人太能吃，妞妞量小。嘿嘿，你瞅那小宝宝。小宝宝，你咋吃奶还侧着身子吃？得劲儿咋的？那整个葛优躺吃奶得了呗。嘿，好看，你的功劳也不小，我们也能看到宝宝越长越大了，身长、头围都见。长长增大，每天还是给他3个小时喂一次，好看就是偶尔来给打个牙祭。嗯，你瞅着，他老是待不住，好看老是待不住。哎呀，无心喂奶，去找大女儿去吧，不是那是偶像啊，你大女儿在那呢。宝宝有点心理障碍了，头几天被陕上哈够呛啊，吓坏了。现在搞陕上身边走都得看他好几眼。你看谁来了？好奇宝宝来啊，宝宝，了，看了一眼跑没了。人家看一眼就吓跑了。刚才来了看了一会儿，宝宝，要进去，然后给拦住了。宝宝，真是的，宝宝。第一次看小猫都害怕，头一次看见那元宝它们打了一下。都害怕。嗯，哟，吃好了还在那咂巴嘴呢。嗯，好了。哎呀，叫声真管用，又把妈妈招来了。但实际上应该不用喂了吧？你瞅着好看，来就来了，还和大女儿闪闪打招呼呢。他说："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随后就跟你去。"闪闪说："谁去呀？"你说："我去。"你就又翻班了。吃个奶，你老仰面朝天的，高难动作。吃吧，吃完了，让你妈妈就走了，你就好好睡觉。Yeah。好看，好啊！哎呀，你才趴下喂奶，之前都是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你劝进来，完了你还蹲着喂，都不愿意喂奶。哼，今天你怎么突然就知道趴着喂了？这是你生下的小宝宝之后第一次趴着给宝宝喂奶。你早这么喂宝宝，就早吃饱了吗？哎呀妈，好看！你终于知道当妈了。哎呀妈，小宝宝幸福的不叫了，要不然就一个劲儿的叫啊叫啊，没有妈妈的时候，他妈就是第一次哈进来就躺在这儿。哎，终于想到自己当妈妈了。哎呀，这高兴的小手举着，这小手这高兴的。哎呀，这下有你妈喂你，你主人也可以歇歇了。所以一天3个小时一喂，2个小时一喂的，每天晚上都睡不好。你能把当母亲的职责担负起来，我就可以抽出身去办点国际上的大事儿。好看，好看，是不是还热呀？嗯，
看来今天还不算太热。